相逢九十六周年校庆，赞！
先介绍今天莅临的所有的贵宾。首先是我们的新任董事长严福龙校友。再来，福龙董事长林波校友，还有我们郭前董事长是李校友，还有我们在前董事廖董事廖宗来校友，还有我们新任的副董事长林德武立华为。各位贵宾，
校96人生存最恶劣，正是学校继续向前迈进的最大动力。该南山高中是台湾第一所私立职业学校，在历届董事长、校长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，96年来校务发展与日俱增，尤其近10年来不仅升学成绩亮眼，同学们在各项国内外学艺比赛屡获大奖，优异的表现更备受各界肯定，开南山工的校名大幅提升，在国际间的能见度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。除了在学科和专业技能方面的卓越展现之外，在校友通讯常常报道同学们参与电影片系列、马拉松、户外运动，展现出青少年应有的青春活力和健康。这门再再地证明该南山高中是一所德智体群美技又一的发展，而且符合12年国教四训扬才、多元智慧和精神的优异学校，相信在正确前瞻的办学理念早已落实，以及全体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之下，开南山工一定不会会被不断的会被与时俱进，展现风华，形象更灿烂的第二百年。最后，敬祝各位省会贵宾、全校教师员和同学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同学学业进步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是很忙的事情，不要出来名字。